喂，方大小姐，您怎么说的？再迪拜都不够您腐败的，还操心我？回答问题。他说他忙着，不方便接我电话，回头再向我赔罪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豪气了？我呀，还是建议你去他家突击检查一下，什么都清楚了。哎，对了，这边好多东西在打折，回头拍照片给您啊，先挂了啊。 找严谨，严谨，有人找你。谁呀？季老板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朋友啊？对，我之前经常去那个咖啡馆的老板娘。哦，既然是朋友，进来坐会儿吧。 不用了，那你们聊，我去看眼汤。好。